喜欢你。你不怕我利用你？就算只是在利用我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什么都不怕。那些可比较的笑，你后悔了？给你说一个好消息，18个小时前，我满18岁了。今天是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！但我没有准备生日礼物哎。你就是啊。你是我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。你是不是真的在利用我？算了，没关系，你不要回答。其实那天我去学校，在走廊见到你妈，我几乎第一眼就认出她来了，那感觉真的很奇怪。就以前见过的人，居然能够记得这么清楚。他一直跟我说，他当时不知道老师结了婚，他是被你爸骗的。什么叫做没有怎么样？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本来就没有怎么样，我就是在画画，我就在创作，我需要灵感，就这样。创作？你每天在你的画室里的创作，我不管你。但是你为什么把人带到家里来，在我的床上，我每天睡觉的地方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走开，你不要走开，我跟你好好谈谈。
你不要回去，你不要回去。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到底是我爸骗你妈，还是你妈勾引我爸？我只知道，我妈发现我爸外遇之后吞药自杀，我爸在送我妈去医院过程中出了车祸，我妈当场死亡，我爸后来送进急诊室，最后也没撑过来。乡上生活很简单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你问我今天在干嘛？你今天在干嘛？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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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。说你也想我。快哦，说你也想我。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就杀去你外婆家。你知道我外婆家在哪里吗？我可以去问心怡姐姐啊。我想你。